那么最后再分享一个资源回收桶的部分，我们先把我们的资源回收桶清空。那么最后再来分享一个资源回收桶的部分啊，那我们先把我们的资源回收桶整个清空来模拟哦，不小心就把我们的资源回收桶清空了。那我们想要把我们的资料救回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直接轻松点我们资源回收桶，把所有档案选起来，我们快速扫描之后应该就会马上跳出来我们所有资源回收桶我们刚刚删除的档案哦，我们的照片在这里可以轻松的预览，打开我们的照片，真这里就可以轻松的预览一下我们所有的照片都在这边。那我们要恢复的，那我们要预览的所有照片，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来把它点开来，然后救援呢，我们就把它点选起来，就可以轻松的按恢复，就可以把它救回来。对吧，像资源回收桶，我们没有资料夹格式，我们就可以直接点选类型的部分哦。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轻松看到像是影片啊，我们的荧幕录影的部分哦，哇，全部都跑出来了，这样就不会怕说哦，我不小心把它删除，结果救不回来我的档案，档案都可以在这边轻松的预览。那我们要恢复的就点选它，按恢复放到我们要放的位置，就按立即储存，就这样子。轻松搞定，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资料全部救回来，顺畅的重新播放，完美。